个调，然后我们第一换调的第一首曲子，我们送给侧耳恭听，谢谢，感谢你送来的花开浪漫。我们这首曲子叫《醉千年》啊，《醉千年》送给你，感谢我们的侧耳恭听，再次感谢。首曲子叫《醉千年》，百年修得同船渡。欢迎高山啊、恭喜高山上不老松，恭喜粉丝团升级。个人建议着装，橙色更能体现你内在的活力啊。好的，明天给你安排橙色。明天给你安排橙色，今天没来得及，背景没来得及调试哈，所以这个。就不能穿古装，然后明天抽那个今天下播以后啊，我提前准备一下啊。谢谢，感谢侧耳恭听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花落长亭。送来的花落长亭，欢迎铁血哥，感谢送来的蜡舞灯牌，谢谢，感谢铁血同学，感谢野牛哥的捏捏脸。
风吹草低雨泄牛羊，哎呀妈，嗓子也哑了，然后嘴里边还起泡了。嗯，顺流逆流我没有更新这首曲子啊，没更新这首曲子。嗯，然后小苹果可以，然后一会儿可以那个什么，顺流逆流，对，我记忆当中是没有更新过这首曲子。嗯。 反正明天按照你们的意思啊，给你们整古装啊。我们来一首小苹果吧，啊，今天穿的流行衣服，现代衣服，我们就弹现代曲子。 背景是深圳吗？背景是西双版纳，原始大森林，大兴安岭。鼓掌，感谢海岸哥，谢谢海岸哥送来的黄桃罐头。 还有再次感谢侧耳，侧耳恭听你的头像特别的漂亮，是梅花，
梅花三弄的头像吗？啊，哎，谢谢，感谢海岸哥，感谢送来的黄桃罐头，谢谢，欢迎金铃子啊啊，不错，辞职了，谁辞职了？这是辞职了，来听曲儿吗？就是我上午直播，你们基本上是赶不上，就是为了听曲儿都要辞职吗？哎呀天哪！哎，感谢虎妈，谢谢，感谢刀剑如，我欢迎刀剑如梦啊！我来感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海岸哥，感谢为你而来，大都市啊，这个欣欣一这个欣欣向荣的景象，对，这个背景嘛，这是上海。这个应该是上海啊，东方之珠拥抱着我，这不是东方之珠吗？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，吃罐头不冷吗？啊，我们家罐头是常温的，不冷。啊，东方明珠，我东方之珠，我的爱人。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考那个音乐课就要唱东方之珠的，那一个唱的比一个难听。程程在上海，强那个那不是强哥，是那个令狐冲在哪里？令狐冲在哪里呢？哎，那个。顺流逆流啊，咱不会啊，咱来一首咱会的哈。哎，云在飞啊，也很好听，这首曲子很久没有弹奏这首曲子了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云在飞。
云在飞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，我也非常喜欢的这首歌叫《云在飞》。谢谢随他去吧，感谢加入粉丝团80435名粉丝团成员，感谢来哥送来的66颗爱心特效，66颗爱心特效，谢谢来哥，谢谢，感谢随他去吧哥哥，感谢送来的入团卡，感谢舔金星，感谢送来的入团卡，谢谢，感谢华语，感谢点亮灯牌，感谢为你而来，感谢五金点亮灯牌，感谢野调哥，感谢点亮灯牌，谢谢，再次感谢。刚才的曲子叫云在飞啊，云在飞，是一首民族歌曲。中午好，欢迎美好人生，欢迎海先生哈，欢迎万物，咱们的家人们中午好，然后我们的铁粉们，我们的家人们辛苦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啊，大家辛苦了。好，我们下一首曲子啊，千年等一回。哎，家人们一起点点赞，龙妈是一有空就来点赞。等一回，这是静文吗？是的，是我。你猜是不是？哎，我刚才好像看到了一个特效，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特效，它叫日出相伴。它
这个礼物特效特别的漂亮，像梦境仙境般，谢谢感谢我们的锦瑟，锦瑟小姐姐再次感谢，感谢我们的白玉哥，感谢来哥送来的66颗爱心特效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铁血哥，谢谢，感谢琪琪，谢谢琪琪，谢谢感谢送来的玫瑰花，感谢白玉，谢谢。 这首曲子也特别的好听，叫《醉梦》，一起来听啊，《醉梦》。 曲子叫《醉梦》，叫《醉梦》。现在11点多了，大家也该到吃饭时间了啊！中午该，中午该下班了。感谢感谢关注，谢谢我们今天上午有这个很多的新朋友在关注哈。第一次来到凤茶直播间，还需要大家多多的了解。 进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一起为丫头点赞，点到20万赞，辛苦了！我们是纯手工的真人点赞啊。
哎，刚才的曲子啊叫《醉梦》啊，啊，很好听的一首曲子。感谢刀剑如梦的小星星啊，再次感谢景色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旭日明珠，谢谢，感谢开心。神州行，看你行。神州行，看你行，是吧？嗯，谢谢，感谢那小五哥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蜡灯牌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灯牌，感谢潜泳20米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灯牌，感谢点亮灯牌，咱们家人们灯牌没有点亮的朋友们，咱们一起把灯牌点亮啊，咱们一起点亮灯牌。走西口啊，咱们来一首老歌《走西口》。
走西口。今天总想喝水来着。新闻漂亮，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好听。谢谢白玉，感谢雪儿，感谢送来的玫瑰花，感谢天国之音，感谢二幺七七，谢谢，感谢万物，谢谢，感谢三人之中啊，感谢关注，谢谢。
谢谢，感谢心善姐姐，感谢送来的棒棒糖大队，谢谢建明哥，感谢送来的小星星，谢谢对知音难寻哈，铁血哥你不上班吗？感谢欧娜，谢谢感谢欧娜姐姐，感谢送来的小星星欧丽啊，这个字有点小，然后看不清。感谢宝莲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爱心，感谢置换时空，谢谢，欢迎君君小公主啊，姐姐好，姐姐不辛苦，感谢君君小公主，感谢点亮灯牌，谢谢啊，在铺上啊，准备要午休是吗？哎呦喂，这不是我们家的小静文吗？哎呦喂，这不是我们家小情人吗？马上就要起床了，问你不是1点才上班吗？现在起那么早干嘛呢？你跟你老板说，我听词没听够，你让我再睡一会儿。感谢五色哥，谢谢，感谢钱勇哥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你最好看。你跟老板说，我还没听够呢，让我再睡一会儿呢。哎，铁血丹心。
首曲子叫《千支针刺在心》，电脑怎么点赞？不知道耶，这个每一个人这个用的 APP 好像不大一样，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耶，用鼠标点赞吧。啊，感谢虎爸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爱心大队。谢谢，感谢虎爸，感谢送来的玫瑰花大队，谢。电脑看直播是图像比较大，但是点赞好像有一点麻烦。亮，很少看我穿现代装，是不是？很少看我现代的打扮。千支针刺在心，去赶集，这个时间赶集都是很早的呀，都是早晨凌晨就开始赶集了，你现在去的话连地瓜都买不着。感谢淡然云淡风轻，感谢关注，谢谢，感谢天下太平，感谢点亮灯牌。更有女人味。那个有的朋友比较喜欢古装，然后说那个明天能不能整一点古装。明天整古装的话背景还要换。谢谢，感谢我们的用户97，感谢关注哈。那我就再给大家选择一首曲子啊，左手指月。
手指月。哎，谢谢，感谢陈，谢谢送来的小星星，感谢大漠孤烟，谢谢，感谢我们的春天小五，谢谢用户七八九，谢谢，感谢光头，谢谢关注，谢谢，感谢光头，谢谢。刚才的曲子叫左手指月啊，左手指月。我们再来一首这个寸草心，我就要转调了。感谢铁血哥，谢谢送来的 Love 灯牌，谢谢。寸草心。Thank you.
对，龙妈只能看不能听，他只能看不能听。谢谢，再次感谢铁血哥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蜡烛灯牌，谢谢，感谢努力拼搏奋斗，谢谢送来的玫瑰花，感谢一生回忆点亮灯牌，感谢火炎，谢谢，感谢点亮灯牌，感谢老哥会，谢谢，感谢点亮灯牌，感谢高湖三星，感谢点亮灯牌，恭喜粉丝团十级，恭喜升级。这是一边开会一边整小动作。开会整小动作，对，刚才的曲子叫寸草心啊，寸草心。问情不在调上，今天转不了调了。幽灵谷姐姐，可可托海也不在这个调上，你以后把你点的歌曲你自己心里有个数是什么调啊，大概哪个曲子和哪个曲子临近啊，天天点这几首曲子你心里应该有个数，你点的歌一般都是那个调离得太远了。平时的时候给你演奏的时候都是那个这个硬性的调调。经常点经常听那几首曲子你应该都知道。我是一点才会下播，还不到下播的时间，不到下播的时间，要等一下啊。我们来首《我在蝴蝶泉等你来》。
我在景德镇等你来。你们在讨论背景了呀。那个齐叔应该很久没有来到直播间了吧，我们直播间背景是动态背景，然后会根据主题，根据衣服，根据曲风去切换的，不是固定的。像我们今天穿着的是现代版的衣服，要配现代的背景，然后弹奏的是现代曲风的曲子，这没有什么不协调，很协调的啊。那像古香古色，然后山水画适合于弹古，适合于弹这个古风的类型的曲子，就是什么样的景弹奏什么样的音乐，然后每一天每一段时间会切换这个直播的场景和我们衣服的搭配。因为后面是现代的背景，所以我们穿着就要这个穿现代装，如果后面现代背景你穿一个古装很不协调啊。因为这个背景后面的背景你们能看到它是动态背景，我们会根据主题去切换的啊，每一场直播可能都不太一样。你比如说弹奏DJ 版的曲子，你就不能找一个山水画，找一个安静的图像你放在后边，是不是？那就不对称了，音乐和背景不对称了。甭解释都好。这个说一说也挺好的，是吧？因为有些因为直播嘛，我是面对大众，所以尽量要满足所有人不同视觉的感受吧。与时俱进。有的人喜欢这样，有的人喜欢那样，我面对的不是一个人，主播面对的是大众群众啊。所以这个每一天每一个时间段也需要变一变，动一动，是吧？不能一成不变，对吧？我们就开一个小卖店，你进货也要进一些新的产品，虽然老的产品依旧在，但是你也要进新的产品，你的顾客才会愿意继续去购买，是吧？一个道理。尤其是艺术也是这样的，艺术也是需要变动的，不能一成不变。感谢洛洛清欢，谢谢，感谢送来的告白飞机。今天嗓子哑呀，我都一天没敢唱歌。系统化不错，你看吧，就像无为哥你说想那个看古装，然后穿橙色的衣服，橙色的古装，那你穿橙色的古装你就肯定不能用这个背景的呀，对不对？就要换那种像宫廷的背景，然后呢那个古代的那种背景，山水的背景都可以，是吧？就不能用现代的背景了。今天不像以前调皮呢，我嗓子哑。哎呀妈呀，这一夜之间嘴里长了两个泡，你觉得我能嘚瑟起来吗？他们关键嘚瑟他疼啊。凤禅中午好，欢迎人水哥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不是我嘴疼，主要是今天这个风格啊，黑色系代表着厉害的角色，反面派，所以一定要沉着。很多反面派一旦调皮了，容易天崩地裂。动静太大了。孤勇者今天谈不了孤勇者，那个第一不是这个琴，不是这把琴的调，然后那个定弦的那个调没调，所以
暂时谈不了，我看一看能不能不用定弦去弹孤勇者，这样的话随时都可以弹，来回换琴去调那个定弦太麻烦了。性感的路线就要高冷，对，懂我者你也。吸收能量的色调，其实吸收能量的色调有白色的是吧，白色的，蓝色是治愈系，是治愈的颜色，然后白色也是收纳能量的，黑色也是啊，对。说牛就牛得不得。